阶级，可是都是属静的，不属动的。啊，就是说烈焰里面哦，我们培养德性最好的一个卦。啊，如果换卦呢，它是也是六爻阶级，可是它是属动的才会得吉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天卦就是六爻都是属静，没有动。好，第一爻呢，它是谦谦君子，用色大川吉。象焉，谦谦君子，边隐自牧也。好，所以你看看，他说什么叫谦谦君子？以谦之君子而能谦也呀、啊，越谦呢，哎，越退啊，而得越进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解析谦谦君子。卑以自牧，牧就是养也啊，哎，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呢怎样，哎，放得很低，这样来自我的一个什么，哎，以养天性啊，所以自己会克己复礼了。君子呢以谦卑的态度来陶冶自己的一个修养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哎，卑以自牧。所以这一部功夫真的，我们每个人哦，哎，都要随时呢，啊，包括后水都要这样子好好来用功啊。所以我们时常懂得克己复礼，好好用谦卑的态度，自我的反省，哎，自我的一个忏悔，来陶冶自己的修养，进得水，哎，才可以真正培养德性啊。所以第一爻呢，初六爻啊，本来是这样阳爻的。阳位的，可是以卑柔之处之相啊，今以阴居之，是以卑柔位之处之相。右直爻呢，居牵挂之最相，是牵而又牵之相。所以人能牵之又牵呐、啊，则何然不可解呢？用色大大难，自然能化险为夷呀、啊。啊，所以你看看。为什么叫做谦谦君子？跑出两个谦字，叫做出来，又是这样子。因为他是本来阳居阳位啊，可是呢，你看看在牵卦当中，他是阴居阳位，哎，就是说本来就很谦虚了，而且呢，他又甘愿用阴的来居阳位，更谦虚了。好、哦、啊，就好像那个稻子一样啊，哎，或者要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一路上都是稻田，哇，黄金色的，真的很漂亮。啊，或者注意看。哎，因为刚好是准备搞，准备在这里呀、啊，他就注意看哦，看到什么？他越谦虚的那个稻苗，哇，怎样？哎，垂得很下去哦。啊，如果还没成熟呢，还没饱满的，哎，它是立足的，哎，差了很多、哦。哎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你如果是德性越高超的话，你的那个什么稻苗就越往下的，代表你的什么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。如果我们还是高高立直起来的，哇，什么事情呢都是很高昂的话，哎，那代表这一颗的稻苗还没有成熟，哦，所以还有待加强啊、哦。好，马祖道一才跟我们讲说，道不用修啊，淡漠污染的、啊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是不是？本来道就不用修的了，为什么还要修道？可是他后面加一句哦，可是你不要让它污染了、啊。因为我们的佛性呢是圆妥妥的、光亮亮的，本来就具足啊，何用修呢？不用修，可是我们却没办法做到莫污染啊，因为我们受了气病受居、物欲所蒙蔽，把我们自信我引靠、哎、看怎么样盖起来了，哎，已经被污染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把这些污染呢去除掉，来一个拨云见日啊，所以才要修道嘛，啊、哦，所以他说何为污染呢、啊？他说：“但有生死之，生死心造作啊，具象啊，皆是一种什么污染？若欲直会其道呢？平常心是道啊，啊啊！所以他说，何谓平常心？无造作，无是非，无取舍，无断肠，哎，无还无剩，这个就是平常心了。跟刚刚讲的那个故事的平常心，进一步更高超一步的。”所以呢，我们研究经典还有道理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是锁在那里而已，要更上一层楼。好啊，所以他说什么？哎，叫做污染。他说没有生死心造作取相啊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有这些的话，都是一种污染。因为我们人都是什么？哎，喜欢生而怕死，可是越怕死的就会越快死。哎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怕死。让他自自然然的来，自自然然的去，这样不是逍遥自在吗？哎，我们不要老罗造作的去做无谓的一个什么、哦、我一定要吃什么比较饱
哎，比较怎么样养生？我吃什么？要吃猪肉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他也说什么假心波心，假闹波闹，吃猪脑以后就变成猪脑了，好，是不是？好，以前呢，我们那边有一个养鸡人家，他就听说哇，世界末日要来了。哦，所以他说哇，这样太可惜了，我养了2000只多鸡哈、哦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他说好啊，我就有计划的，一天呢吃一只鸡，就天天塞一只鸡来吃哦，天天吃哦。结果吃了一年呢，刚好吃了365只鸡啊。结果呢，世界末日没有来，可是他是死掉了，他的世界末日就到了。为什么？吃得太好了。哦，他说你看看人啊，就是被这一些呢生老病死呢所害怕去了，哦，然后呢就怎样贪生而怕死，哦，而且呢你看看人心都是怎样不把、啊、人生不足的，哎，所以你看看到什么就贪求，看到什么呢就怎么样，哎，被污染的。尤其我们现在的世界啊，是一个大染缸，被污染的机会太简单了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子女啊，哦，我们的道亲啊，哎，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你要顾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你没有把它引来到我们道中啊，哎，一年没看到被污染的，哎，可能哪几个月没有看到，哎，怎么变成一个人呢？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用真心呢去牵引我们有缘人啦，啊。啊，他说若欲知会其道，平常心就是道。啊，他说你想要懂得这些道理吗？哎，很简单，只有三个字，就是平常心，哦，而且后面他又解说何谓平常心，就是没有造作的，没有矫揉造作的，是很自然而然生发你的爱心，很自然而然的怎样流露你的慈悲的心，哦，所以呢当真正的你看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哎，看了就做，做了就放下，那已经没有是没有亏了，哎，也没有取，也没有舍的啊，所以也没有怎么样断肠，哎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达到一个什么，哎，无己而太己，太己而两仪，所以有是非，有取舍，有胜有反，都还是两仪当中，所以你还要进至更上级的，就是太极，太极还不过，你还要晋升到最后一关，叫做无己，就是说你在世的时间已经修炼到没有对待法则了。这个一句话叫做什么？做事相对，近日绝对的世界了。哦，所以你看看，哎，这个禅师啊，马祖道义啊，他已经开悟，所以才可以把这一首诗写下来。所以或许也希望你真的开悟的时候，也希望把你的心得写下来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一句话可能，那以后的人看到你的诗，也会真正的达到开悟的境界，这样功德无量啊！哦，好，师尊老大人呢也慈示我们说。要进入人非的世界，首先要迁向，你看还是迁观，没有第二个法门啊，所以你要去度人还是要谦虚啊，所以不要高高在上，所以我们去拜访道亲的时候，还是去怎么样做家法的时候，一定要谦卑，不要坐下来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哦，怎样自认为就是讲师，你就是要听我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效果是最差的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怎样用互动的，用访问的，用关心的，哎，来跟他交谈啊，可能对方会比较能接受。好，啊，说他对别人谦下之外，还要对自己谦下，对自己要谦卑一样。好，啊，怎样谦下呢？既不生狂，可能啊，狂妄，哎，骄宠之心，这个就是对自己要谦卑。啊，在成功与失败当中，都可以平常心呢来取之，啊，真的，这个就是什么谦之德的，啊，所以不要说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哇，就怎样，哇，你的自信我就不见了。那一天呢，我们在地方开一个大班，啊，结果啊，有一个浅浅哦，刚才在厨房服务啊，哎，啊，在服务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手机响了，拿起来听，不得了了，哎。据说他的女儿啊发生车祸，结果他的围兜兜都拿起来，赶快丢在旁边，哇，急着婆婆就往上冲出去了。哦，或许本来说奇怪，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怎么那么赶呢，啊？怎么那么急呢？为什么不要慢慢来啊？结果才听说，哎，他说，哎，他的女儿发生车祸了，或许就在那里想，
如果当下是祸水的话，祸水会怎么做？如果当下是泥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绝对不要那么急，不要那么赶，真的。或者在想，如果那么急那么赶出去的话，不小心又碰撞了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真正有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你的心安下来，哎，然后好好去处理，哎，这样子才是大哦。不然说我、哦、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哇，你就很冲很急的话，哈、哦，哎，当然这是一种爱，哎，母爱。可是呢，可是以道来讲不合格啊，哦、啊，所以台叫金书宽班，哎，凡事就是要不能动你的心，要如如不动，哎，包括人家称赞你，包括人家诽谤你，包括家里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包括各方面，哎，外来的冲击，你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如如不动吗？这个就是谦，好，好。他说若成功就沾沾自喜，走的路呢就怎样会不谨慎，就容易变成失败了。所以一切要能够居安而思危啊，这是重点呐、啊。他说：“不要以为现在处得很好，便无忧无患的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忧患啊。哦”所以他叫我们一定要居安而思危。所以居安而思危最好的方法在哪里？谦卑两个字。哎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怎样化险为夷的，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迎刃而解，过得无忧无患的一个生活了啊。哦，所以真雅止境啊，刚刚讲六有都是止境的，要以谦卑柔道呢去化险为夷。为什么有化险为夷这句话呢？你看看，它动下去变成地火明夷呀，明夷就是受伤啊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不谦虚的话，你就有可能受伤。哎，所以一定要谦谦君子，你就不会受伤。不然的话，明夷挂在后面等你呀、啊。哦啊，所以呢，易经就是这么妙哈、哦。好。再来就是明谦的真吉，相因明谦真吉，忠心得也。什么叫做明谦？也就是这个人的一个生灵啊，谦敏呢，已经有没有远传到各地了？真雅呢，在形容谁？舜帝的德性。所以舜帝的德性远传四方，然后被尧帝发现的时候，才聘请他来当皇帝啊！啊，所以叫做明谦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一个修道者，哎，你被这个道宗来肯定，这个已经什么名谦了，哦，啊，你的德性呢，还可以感召所有的人呐、啊，这样子啊，声望就越大了哈、哦，哎，忠心得也，忠心不愧不躁，哎，无日而不折得也啊，哎，你说仰不跪天，我不察地啊，哎，做所有事情都没有愧对天地，这个叫做忠心得也呀、啊，啊、哦。六二爻以阴柔之子呢，而处柔之位，居中履正，得中正之位，是君子之谦德，乃根诸内心而发，并非矫揉造作所做出来而成的，是谦德内基之相。一个内基德性之人，声名必闻于外啊！啊，所以你看看，真正进得修业的人，他是怎样德性？积小以刚当，慢慢累积。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来做累积？用谦德之功，用见性之功，平等之德，这种方法来怎样自我的提携，自我的培德。所以慢慢的，他就被我们前辈者一个肯定，被四周的人呢来怎样啊赞赏、哦、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成功了啊、哦。以前有一个啊怎样贤人，他是口音大。哦、他说明谦者未生明也，处正德中、哎、行谦广远、啊、故曰明谦、哦、意思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他说得正德什么、哎、处正德中？因为第二爻就是阴爻、哎、阴爻阴基因为得其中正之位，所以他是怎样最、哎、怎样最严重的、哦啊、所以他达到一个什么明谦的。所以呢，是吧？当下之人呢，天下之人呢，无人不长，不知无人不晓啊！好、哦、啊，所以才有资格跟人家称为明谦。好、哦，啊，明谦呢，最好的一个什么阐述，就是《道德经》的第66章这一章。哎，这一章在讲什么？江海所以为怎样能为白骨王者，宜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白骨王。
哦，这句话就是怎样，为什么这个人能真正达到明谦，就像大海一样，他的度量就是那么大。哎，所以大海的德性是什么？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哪里来的河，哪里来的江河之水，哎，水沟之水，污染之水，哎，臭水什么水，它通通可以把它怎样容纳起来。所以呢，江河呢，大海它怎样处在最低下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叫做怎样，哎，低道，哎，它把它自己呢处在最低下，所以呢，道在低处不在高处的。所以我们一个净德修业者，可以随习大海的一个德性啊，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很低啊，这样你就成功一半。这样子呢，你看，哎，他就变成白骨王了。所有的山谷，所有的河川，所有的河流，通通流向他。哎，没有什么法则，处得最低。哎，所以因为水是往下流的，所以自然可以呢容纳所有的一个什么啊，汪洋大海之水。所以是圣人遇上明，所以一个圣人呢，怎样？他要真正来领导所有人民呐、啊，哎，没有第二法则，必以言之啊，哎，言下之啊，也就是说他在讲话、他的行为都要非常的什么呀？哎，谦卑，非常的卑下。好啊，所以这样子而然，自然而已，真正的来啊，让人民来怎样公认他啊？欲先明，必以什么呀？身后之啊！他想要站在前面引导所有人民，他一定要处在后面的。也不是说他站在后面啊，就是说他的行为啊、举止啊各方面呢，通通非常受万民人的肯定，这样子才有办法啊为先明啊。然后呢，是以圣人居上而民不重啊，居前而民不害啊，是以天下乐、哦、所以他说一个圣人就是有这样的德性来感召天下，所以呢，让天下人民呢都怎样来拥护他，来怎样拥戴他。哎，所以呢，就好像说哇，哎，选这个总统还是选这个皇帝啊，哎，大家真的非常津津乐道的，非常肯定他的一个为人的啊、所以大家要推而不厌，就是推崇他来当皇帝，推崇他来当我们领导，大家怎样不会怨见的，也不会有怨天尤人的，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啊。所以圣人就是不跟谁呀，不跟人家争，哎，凡事都以自己最卑下、最退后。哦，所以呢，最后呢，却变成了是一个领导，是变成一个最高等的之人。所以呢，因为他不争，所以才可以达到这样一个什么圆融的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什么明谦，哎，真己呀、啊，忠心德也，就是这样子来的哈、哦。好，啊，这一爻呢，它是什么主敬的，代表什么君子之谦的，乃由内心而发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君子，你能达到一个明谦，不是说哦，我要谦虚啊，还会自我警惕说谦虚那还不错。可是圣人达到怎样？哎，已经做得很习惯了，他不用自我要求说要谦虚，可是他做出来的就是那么谦卑。哎，而、我们进得修业的人，就是要时常的提醒自己，要随其牵挂的怎么第十五卦那么谦卑的一个行化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好好从内心当中发露出来，成一中，行一万啊、哦、啊，如果呢没有这种心的话，往往我们都会患上了亢龙就有悔了啊、哦。好啊，再来我们讲最好的一个爻，就是九三爻，叫做劳谦。哎，所以劳谦就是劳而不华了啊。所以君子有终极，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呀。什么叫做劳谦呢？劳则与天之行健。所以劳呢，就好像什么很辛苦啊，哎，很付出啊，很牺牲，很奉献啊，哎，付出所有的劳力，哎，可是他做起的事情就好像怎么样，君子与怎样天行健，君子与自强不息，这样子运作。哎，所以呢，他有同有不息之诚啊，所以好像说他的付出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子的，用他的至诚之心来感动天下之人啊。所以谦则近人之性德，合乎人治之道也呀、啊。啊，所以这样子真正的哎，把我们人之性呢，他这个大德性啊，流露无遗，
这样子才合我们智人勇的三达德。好，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子，叫做什么劳谦了。好，君子有终极，所以我们刚刚研究的卦辞君子有终极，就是在讲第三爻他劳谦这么好。好，唯有第三爻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果位。他说有终含着成功之意了，天生地成，道生得成，言有终已经包生成矣。好，所以你看有终呢，就代表了你已经达到成功的了。不然你看我们都说开始而已嘛，他敢说这个人君子可以得到有终，代表这个人相当的一个什么，有火魄了，相当有什么，知识智慧了，相当有德性了，已经达到一个圆融的啊。所以他代表说天生地成的，所以呢就好像天一样，天生化万物，然后地来成就他啊。道也是一样，道生得成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得到道之后，好有培德，才可以道德双修啊，性命双修啊，言有终以包什么呀生成你的。所以君子有终极这两句话已经包含了从生到最后的一个什么果，通通已经包含在里面了。好，所以你看看他言有终代表一个人的成功，代表一个人的一个什么忠实的啊，所以我们梦寐以求的也是达到这样子而已嘛，哈。所以他说九三爻处下卦之极，履得其位，上下无养，以昏其名，众因所终，谦者自下于人，非欲无人也，而其中者人悬乎焉啊，是谦成又为自谦也，在人以同成，谦者我之谦，恍惚者万民之谦也，人以同谦为成也，直与天道同也呀。好啊，所以呢，他说啊，劳谦就好像随习天道的一个运作，随习地道的一个什么包容，所以呢，已经达到天地合其的一个什么境界的啊。所以以道家来讲，借用的《道德经》第八章跟我们阐述的，他劳谦就好像什么？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所以你看啊，水就好像道的一个化身，所以水它的德性就是那么高超。所以你看，水是最谦卑的，它永远都是怎么样居人之下的，它也不会跟人家争夺啊。所以你怎么用它，它都很高兴。你把它拿去冲厕所，它也是很喜欢的。你把它拿去洗污秽的东西，它也不无怨无悔。你喜欢它，怎样用尽了它，你不喜欢它就把它丢掉，它也无怨无悔。如果我们人可以修到这样子啊，怎样道可成也呀，所以他说什么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，他从来不跟人家争夺的啦。所以你看他在流水往下流，碰到石头了，他也不会跟着他说，你走开一点，不会的，他还绕道而行啊。所以处众人所恶啊，所以所有人最不喜欢的，最不喜欢做的，他通通乐意去行化，他通通乐意来怎么样帮忙。所以你看我们洗涤什么东西，通通用水来做洗涤的，故基于道啊，所以水之德已经是道的化身了，已经很接近道了，道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他居善地，心善言啊，于善人啊，言善性啊，正善智啊，事善能啊，动善时啊，孤为不争，故有也啊。所以这个已经把水的德性阐述到无为不治的。所以你看看他说正人君子就要随习水之德，随习他善地。什么叫善地？水都是最低下最低下的往下流的，叫做善地。所以你是正人君子的话，只要随习他往下怎样，往谦卑的一个法则来修持，那就对了。心善缘呐，心呢，一个正人君子呢，就要把他怎样找到他的一个什么，怎么样啊？心善缘呐，所以他有一个根源，他有一个什么泉源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像水之德一样，人家说什么“假追个拜秦桃”啊，所以水就有水之源呐，所以我们要感恩之心呐。与善人呐，就好像说我们在处事的时候，要像水这样，
哎，好像很有仁慈的心，好像很恻隐之心。所以呢，只要万物需要什么，哎，这里草皮需要水，这里花朵需要水，这里的植物需要水，它义不容辞的都跑怎样来滋润它啊？言善性呢、啊？哎，水是怎样最属性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看水不会骗我们的，你要用它就有了。哎，然后呢，你看看。啊、哦，它怎样是可以滋润所有的万事万物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啊，通通它要怎样？哎，很乐意的来帮忙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言善信呢，所以一个正人君子呢，守着这样信用之道呢，来行化天下，你就是一个有德之人了。正善治啊，哎，好像说一个从政之人，随时水之德。用水之德来治理天下，你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什么啊？很好的一个德政。是善人啊，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也是随喜水之德，哎，来真正的哎，随什么德？他看到圆的就变成圆的，他看到三角形的，他也是把它补满的；他看到椭圆形的，也是把它补满的。这个叫做是善人啊。所以我们为人处事可以这样子吗？哎，也不是说哇，这个人根基不好，我不度他；哎，这个人太丑了，我不度他；哎，我要找我看得顺的人，哎，看得怎样的人才要度他？非也呀，谁是怎样？哎，是善能的啊、哦，动善事啊，所以呢，怎么样？动善始啊，他的哎，怎么样？各方面都是一个守时，以什么样？以为本。所以你看那个海哦，有涨潮的时候，有退潮的时候，他不失其时呢。它刚刚恰到好处，所以呢，我们正人君子要随喜水之德，哎，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，该起床的时候就起床，哎，所以说动善时也，这样动静不失其时啊，才能达到怎么样？哎，最后的圆融。所以夫为不争，故无有也啊。所以水之德就有这么多的一个德性，而且不跟人家争夺。哎，所以呢，才可以真正达到最后的一个什么功果圆满。好、哦，以佛家来讲，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啊，但为众生得离苦啊，就是这一句话而已。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劳谦最好的写照。哎，你牺牲奉献，哎啊，付出多少都无所谓，哎，劳而不华嘛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佛家讲的这一句话。以有些禅师他讲说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死。哎，我如果一天呢不啊度众生的话，不工作的话，我就不要吃饭的。哎，这个就是劳谦，就好像地藏王古佛讲一句话：我不入地狱啊，谁入地狱啊？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大悲愿就好像劳谦的一个写照了。好、哦，好，这一爻也是主境的，功果非常大的，而且还能非常的谦虚啊。这个就是劳谦，哎，你已经是前人了，你是点团式的功果非常圆满的，可是你还是怎么样？哎，非常的谦卑哦，这样子呢，就是达到劳谦的。好、哦，好，我们再来看六四爻，所以六四爻动向哎，跟我讲说无不利，非谦也呀，无不利，非谦，不为则也。挥谦呢，就是以默动静，举手投足呢都合乎谦。哦，这个也是很不简单哦。哎，所以你看看我们以默动静，举手投足啊，哎，你要表现那种谦德啊，不是用讲的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的。真正的一定要经过十年的历练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五六十年的一个历练培德，才有办法达到这样一个活泼啊、哦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随喜的目标了哈。哦，不为则也，身为君臣呢，对上呢怎样顺承国君六五，对下呢尊敬功臣，世上皆下均不违哎违背原理原则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不为则也，也就是代表说你对上的怎样啊啊不阿啊，对下的呢不骄啊，这个就是你真正的达到的一个什么挥谦的啊。所以他说六四爻虽然居阳刚之上，而自守怎样卑柔之德；处山之上，而用什么谦谦，则是自上下下之意，也是不敢骄；九山之下呢，成骨而用谦顺，则是上行之道也呀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看他六四也是一样，
用灰铅来做代表，近乎奉上下下之道，他以柔六之君，又为君之守近臣，上顺于君，下 不堪之臣，则是他举措都合乎谦了，故无不利也。子灰皆谦，不为者也呀。所以这里的灰也跟这个灰是相通的。所以有一次我们老师哈，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一两百个人嘛，两三百个人都有啊，所以那个场地都要有指挥交通的人去怎么样，指挥交通，不然的话那车辆太多了，如果你没有放好的话，可能影响左邻右舍啊，所以呢就可能导致很多的麻烦出来。所以呢每一次啊，指挥交通的人呢很早就要到了，比如说我们七点半上课，他们可能七点还是六点半就要到，所以很辛苦啊。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，后水的老师呢都会鼓励他们，怎样慰劳他们啊，他的慰劳不是拿东西给他们啊，他说讲话嘛，还鼓励他们。有一次呢，后水老师就丢一个问题给他们，什么就是指挥交通的卦，哪一卦哪一爻？大家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指挥交通也有卦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结果到最后他们想不出来，后水的老师才跟他讲说灰铅。指挥交通，你要指挥的非常的喜悦，非常的快乐，而且非常的谦卑。不要哈，人家不听你的指挥你就生气，不要你叫人家东你他跑西你就不高兴，不要有这样子。所以你在指挥交通的时候就是道德显象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保持了谦谦之道。大家听到这里哦，拍案叫绝啊！你看连那个指挥交通都有道啊，的确是这样子哈，记得了哈，牵挂第四爻归牵，好，当时的尧帝传给舜帝也是一样，双手奉行啊，所以你看舜帝要得其位的时候，所以呢那时候他也不敢接，结果呢他就怎样请尧帝呢，真正的来请诸天神圣啊，看上天的一个什么真正的巧安排是什么。所以上天呢也浮象的在黄河流域当中浮出了龙马护主第二次的出现，所以呢舜帝啊才真正的怎样把它呈现下来，所以尧帝真正用双手奉行的怎样把地位传给他，舜帝也用双手奉行的把它接纳下来呀，所以什么叫双手奉行，我们在什么我们在献供的时候一定要双手奉行啊，是不是代表很有礼貌啊，如果我们去在别人的道中还是说我们在道中参班的时候，都有一些浅浅啊还是人才在门口呢，他们在递毛巾给我们啊，因为我们进来佛堂就是要净手嘛，净身嘛，所以要擦擦脸啊擦擦手啊，他们递用双手递给我们的时候，记得我们要用双手奉行，双手把它接下来，你不要用一手把它接下来，这样就不是谦卑了，所以这个在道中已经都做得很严重了哈。以点燃式来讲已经达到一个前线了，所以什么叫前线，所以我们早线香晚线香都有一句话，早线香线香前线，有没有点上去就已经做到这样子，已经没有自己的时间了，没有自己的事业了，没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事情了，全部通通献给道中了，这个就是点团师，所以点团师很辛苦的，所以你看祸水的点团师就这样子，台北也有，大户台中也有，台南也有，善化也有，水甲也有，高雄也有，水上也有，只有台湾就这么多了，都是一个人在跑来跑去，他已经跑多久了，跑50天了，他今年70几岁了，最近呢又冲到大陆去开荒，又去到香港开荒，又去越南开荒，又是澳洲开荒，一个点燃师又这么忙呢，已经自己都前线了，所以你看很难得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效法的一个什么榜样，一位这个曾文正呢，他讲说此地未知艰苦啊，眼孔大口气大，什么呀，呼普喝杯啊，习惯自然的骄傲之气呢美至败家，所以你看这段讲的非常好，所以有钱人的主地啊，所以就好像已经习惯了
哦，所以你看看，哎，啊那样呼唤那个什么，哎，佣就那样佣人呐、啊，哦，啊喝杯啊杯饮呢，哎化大化小啊，你都对了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你看什么事情都不是自己来的，好、哦，所以已经习惯自然了。所以这种骄傲之心呢，就是会导致最后的败家。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呐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在怎样，哎，在培育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，不要让他养成这样的坏习惯。好、哦，所以他说家败离不开一个什么奢侈啊，啊奢侈啊。好、哦，人败了离不了一个什么好逸恶劳啊，逸日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讨人怨呢离不开什么呀？离不了一个骄日啊。所以谦卑一点，绝对有好事的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骄日呢，要好的离我们远去。好、哦，所以他说，千古之圣贤豪杰呀，亦有利于世者，不外一个字而已，叫做勤。所以《三字经》才跟我们讲啊，勤有功，惜无力呀、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他叫我们要立于世者，一定要好好真正的来成啊，勤于修道啊、哦，千古有道至德之士啊，不外一个千日而已啊。哦，所以他说从古至今呢，有道者呢，哎，真正的有道的人呢，他只有一个守一个日，叫做千日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看千道啊，对我们太重要了，牵挂对我们真的一定啊那样非常啊受用啊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好好把它显化出来，这样呢才不会说我们今天来研究易经，啊、哦，不然人家说哇，你研究易经，哎，你可能没有读到乾卦，哎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已经在取笑我们很骄傲了，啊，那个我们就要好忏悔了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以后天来讲，什么叫归天？太子敬的，以其乾坤上一个阶层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归天的一个写照。好，请各位浅显再来看六爻，哎，不护以其邻，利用清华无不利也。利用清华，真不服也呀、啊！啊、哦，所以为什么有一个真字？因为他也希望说，哎，我们个人的一个谦虚，把它画怎么样？它有点、有线、有面，慢慢把它推广出去啊、哦，所以叫做真不华也。啊，所以不以其邻，哎，就是护以济贫啊，贫与金护啊，而护者不自护啊，邻者近也呀、啊。所以施于一人为护，施于众邻呢则不护啊，施于一方为护啊，施于天下则不护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叫不护以其邻呐、啊，哎，所以利用清华呢，是利用威武以诛，哎，法不正不谦之人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六柔居于尊位，即是说不用以富贵奖赏国人，凭什么呢？用谦与顺，谦谦之德，故能不富而用其邻也呀、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利用谦化，哎，啊，所以呢，不以其邻，哎，你看看，也就是说，哎，不要把真正的讲简单一点说，哎，你已经哎值过了，哎，你已经很富有的，可是呢，你怎样肯施舍？哎，肯施舍啊！哎，你知道说哇，我得到的至尊至贵的大道呢，一定很富有的。然后你还可以行观天下，度化更多的人来享受这样一个什么？哎，这样一个德啊、哦，也让他哎真正来进入道门，修身养性，让他的心灵真的可以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充实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看啊，没有心灵的提升，我们吃再多你都不满足的了。真的，所以呢，修道修心，只有你的心真正达到满足了，你才可以达到满足。不然的话，你的食欲越来越大，哎，你的什么啊，恋欲也越来越多哦，欲望也越来越广啊、哦。所以这样子，心不满足，永远没办法满足的。所以君王能以谦顺接待于下。重必守规啊，利用行清法之道，以谦顺而清法，守法皆教逆也，使那些不知谦道之爱的人也能知其谦道了啊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一个人哎要影响众人啊，就是达到一个什么第五爻的，这里讲的更简单的哈、啊、他说利用清法是在说什么，就有如国家的当头棒喝，使之能低心下气，正同宋朝的苏东坡一样。
他当时呢是自认怎样满腹经纶呐、啊，哦，所以他不是讲说八风吹不动吗？哎，只做怎样安坐此经典，所以呢非常的高傲，气傲高扬啊。所以呢后来经过火影禅师的当头棒喝，一屁打过江啊、哦。所以后面有讲，他说当时是说八风吹不动嘛、啊。然后呢，真正呢，哎，怎样？火影禅师跟他写的一首诗，一屁就打过江了，你就赶过来了，哎，所以呢，开始呢，才感觉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啊，啊，苏东坡才说啊，我还是怎样，八风一吹就动，而不是不动。所以终了悟道，道理是无边际的，所以呢，彻悟道唯有千，方能达到真正的八风吹不动。所以这八风就是力、衰、苦、乐、嗔、机、毁、誉啊，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吹不动啊。所以你看，没有这个签呐、啊，不用说八风吹不动了，以后就把你吹倒了，一句话可能就把我们怎样考倒了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到，你要度一个人很辛苦的呢？真的呢，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引导他呢。哎，然后把他引牵引出来的时候，他来好不容易求道了，求道之后，你还花很多时间、很多精力、很多各方面，哎，甚至邀请我们点灯师啊、我们的组长啊、讲师群的去他家去做家访呢，哦，而不是一次就可以把他请出来，甚至经过十次、百次这样，然后才把他请出来。哎，他、啊、请出来之后呢？哎，哦，他慢慢晋升了，已经进入人才了，进入台主了，进入一个清火人才了，哎，已经知道自动自发了。可是你要考他啊、哦，你要怎样？哎，考倒他的话很简单，一句话就倒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这样子呢？一句话就可以把他考倒了。所以你看看，苏东坡也就是被火影禅师一句话，哎，敲醒有心人呐、啊，所以当头棒喝就是我们今天第五爻的利用清华的一个含义所在哈、哦。好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来精进得修业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看他说真正的达到这里呢，就是一个逐进的，也是逐进，所以要视家人为众生啊，视众生呢为家人的一个阶段哈、哦。最后是一个什么上六爻的一个名签。利用行思增益国也呀、啊，啊、哦，象焉名谦，智慧德也，可用行思增益国也呀、啊，好、哦，什么？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名谦的？哎，所以你看看为什么第六爻的名谦跟第六爻的名谦有什么不一样？第六爻的名谦它是更广泛的，因为它已经居高位，就好像说你是一个董事长。哎，名就是讲啊，那名啊就是怎么样啊，叫叫声嘛，哎，名媚嘛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在讲什么话的话，是不是更多人可以怎么样受其益？所以当时孔老夫子啊，就是希望借着当大官的时候来兴化天下，可是那时候他得不、啊、没有得时运嘛，所以做到那个啊那哎啊大官的时候啊，都失国啊。哎，就是好像我们现在部长级的一样，结果鲁哀公没办法用他，所以他才说哇，很可惜呀、啊，啊啊，扶不起的阿斗之后呢，他结果决定去周游列国，率领的三千弟子呢，就怎样离开了鲁国啊，所以他要去游说诸侯，哎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功夫就是要当大官，然后来行化天下，可是呢，没办法达到名签。哎，所以呢，就用第二步功夫啊。可是第二功夫行化出去之后呢，又不得死啊。所有的一个诸魔呢，都没办法来接纳他。有的诸魔接纳他了，又怕他太强了，他的弟子太优秀了。哎，有文的，有武的，有德性的，有政治的，有什么都很厉害，又怕他来之后呢，侵占整个国家去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最后。68岁就回鲁国，哎，然后呢，善事是第五业，哎，所以他留下这一部功夫也叫做什么名签？为什么叫名签？他这一部功夫就把四书五经一直传到现在，已经2500多年了。所以你看，他这一部功夫叫做名签，名到现在还在名啊。啊，一国要以一人之签，迫使一国兼签呢、啊？啊，皆谦，使举世皆知其谦也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整段的一个什么含义。
他说上六呢，如处天之中极啊，是能以谦德其身之下，居高则以名声自显呐、啊，最随外不于内政，故有名而已。自公未得也，处外而不履谦顺，可以正一国而已呀、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名是不能漠然自持的，必须要怎样力求表现。如何表现呢？就好像兴师动众一样啊、哦。这里的兴师动众不是四卦的要作战啊、哦，不是对外要作战哦，而是怎样针对意内的之哎不谦不顺者，哎谦用越大，故利用施以大谦也，则谦道无不包庇，无不率啊那哎率群，而天下人类无不知谦之美，且善。则名谦，实谦至灵矣呀！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他跟我们讲说，哎，他知道谦卦的一个好处的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就好像说，哎，你知道谦的好处，也希望整个大道场呢得到一个最圆融的和谐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好好的把怎么样这个礼推广出去，把这个谦道好好推广出去，所以只要。哎，整个大道场当中，每个人都是以什么样以虚受人的话，每个人都是谦君子的话，到哪里办不出来呢？到哪里不和谐呢？哎，所以不要让我们老是说天道易办，人道难为啊。天道很好办的，可是要处理人事哦，哇，很麻烦呢。哎，因为人呐、啊，人跟人交往当中呢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他有他的说话。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合啊，所以他就是要达到这样子民间，哎，民间叫我们道中的要来做教育，要来宣化，要来辅导，这样子让每个人都有这种观念，这样才是叫做正义国也。好，好，过来人的话，他说与众相处啊，哎，切记一个墨字。所以跟大众在相处之当中呢，在道中也好，哎，在怎么样社会也好，就要真正的达到一个默。默字是什么？沉默是金呐、啊。哎，真的呢，不该我们讲，绝对不要讲。啊，啊，该讲的话，哎，我们就不要离开真理的一个教化。啊，与世相处呢，切记一个宽字啊。所以世人相处的当中呢，我们度量要跟空卦一样。哎，怎样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哎，就像大海一样，哎，江河归于大海呀、啊，都要有这样的包容心，就像我们弥勒祖师的一个什么大度能容啊，哎，这样才是最圆融的，而且达到随遇而安，方能与人同住也。好，能随缘什么样设化，方能广结善缘呐、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第六爻名谦最好的一个写照了啊。所以你要达到这样名谦呐，真正的要用一些功夫啊，要用一些方便法则啊。所以导致所有的道经，导致所有的人民呢，通通能来怎样？哎，向往这个谦道。所以就好像名谦，就好像我们怎样推广读经一样，一个人怎样啊推广出来了，然后大众人都来配合他。哦，所以这里的也怎样？哎，也赞同他的看法，这里也赞同他的看法。所以你看，包括佛教的也在推读经，一贯道的也在推读经，社会界的也在推读经，每宗教都在推读经。所以把这个读经的风气，把它推广一世。哈、哦，台湾也在推读经，大陆也在推读经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很多国家都在响应的，谦道也是一样，把它推广出去。让每个人都变成谦谦君子啊，这样就是谦卦它怎样最后的要求叫做名谦、哦、啊，所以第六爻也是非常好、哦、好啊，我们来看它也是主见名扬谦道以外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谦卦最终的一个目标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来唱这首歌，唱完之后我们再来看师尊的一个话语、哦、好啊，这首歌呢跟谦卦有关系哈、哦，交臂招损啊，过刚伤啊，则伤啊，哈、啊，这是在泰国的一个法会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浅浅的把它拍摄下来的。
啊，也非常融合我们今天的千贯的一个内涵。好，啊，刚刚呢，里面下面呢，就是我们前两年呢去到泰国开的一个法会，啊，就是天人合一班啊，所以有五天的一个法会哈，啊，所以我们浅显呢就把它当做成一个 PowerPoint， 又配上道歌啊，所以呢非常有价值哈。好，啊，所以你看济公活佛，你看这一首也是怎样，他写出来的诗，所以或者看到这一段呢，哇，就赶快把它截取起来了，为什么？也因为它跟牵挂有关系嘛，啊，所以或许这些资料都是这样子，点点滴滴，点点滴滴，看到的时候，哇，跟牵挂有关系，就把它抓到牵挂了，然后看到这一段啊，跟什么哎有关系，就把它抓到那里去。所以你看看六十四卦，每一卦都有一个总论，就是这样点点滴滴收集而来的。好，啊，所以各位浅浅呢，如果你有看到蛮不错的，跟哪个卦有息息相关的，也希望你提供。哎，因为呢，我们资料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富，让以后的人呢，哎，可以呢更方便来研究易经，跟道统的一个结合，那是最棒的了哈。啊，所以他说，济公活佛老师呢，他说，谦虚是接纳真理的来源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这样？我们一定啊，要接受人家的一个教诲，接受真理的一个洗涤，没有谦虚的话，没办法。哎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整个杯子都满满的话，人家要倒满出来的啊，哎，所以一定要放空自己。所以呢，真正的放空自己的话，你要吸收所有的真理，吸收所有的一个什么哎资料，各方面的一个心灵启迪的话，这样子才是最好的一个来源了。还有他说，谦虚是创造进取的一个本质啊，所以呢，他说怎么样？哎，我们呢真正达到谦虚的话，哎，我们本质把它取出来啊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来进取，就好像说你大学生要进取于硕士，硕士要进取于什么呀？哎，博士。我们今天哎，从一个凡夫俗子进取于君子，君子要进取于贤人圣人啊，通通要做到这两个字，谦虚，就是本质啊。啊，没有第二法门。谦虚是待人处事的一种礼貌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哎，不管我有没有修道都无所谓，不管我们处在哪个时间哪个地点，哎，我们都是要怎样真正显出我们的礼貌周到，唯有谦虚两个字才是待人处事最好的法门。谦虚是明诚教化的功夫，哦，所以你看谦虚呢，它是真正的哎最好教化的。为什么？你讲道理讲得再好，哎，哦，啊，口才再棒，哎，各方面能力再强，都比不上两个谦虚来得好，哎，啊，所以我们真正的要来教化天下，用你的什么言行，用你的行为来代替你的言语呀，哦，所以叫做身教重于言教，这样才真正教化天下最好的功夫啊。所以老师其实他点点滴滴都已经跟我们讲清楚说明白，只是我们徒儿啊有没有用心去体会，只是我们徒儿啊有没有真正落实的去做出来，这样子而已。不然的话，或许常常在想，其实他讲这一段话，好好把它做出来，把它做圆满的话，成佛有余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真的呢，一句话就够了，就够你修了一世了。哦，所以你看老师真的太慈悲了，哦，好啊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或许呢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，很多不足的呢望请我们执师赦罪容宽，也请各位点燃师以及各位姐姐多多的包涵，毕竟或许还在学习当中，哦，所以恭祝大家身心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道务弘长，感谢师父，谢谢。